那是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的性急，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，他就恼了。师傅，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。您就换上吧。啊，八戒，什么地方大呼小叫？师傅，那妇人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呀、啊？你、我们是出家人。八戒，你这憨货！八戒，收起嘴脸来。你刚才跟那女王言语温存，柔情蜜意，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、啊？哎，你等等。人妖岂可相提并论？停！八戒，你瞧，尊父李天王之位。嗨、哎、呀、啊，真是的，这还不清楚吗？他父亲姓李，那妖怪自然也姓李了，没错嘛。哎，来人呐！哎，你还不亲自去，还摆什么官架子？对，下官这就去，下官这就去，这，来人呐！大老婆，哎呀，师兄，你还插花啊？你看，哎，师傅，像我说呀、啊，这女仆子一番诚意，又救过咱们的命，那你就带着吧、啊。呆子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大哥二哥还不动手？刚筋住了几个腰，腰想住了几个窝。少说废话，快还我师傅！怎么他就这么多？秋千呢、啊哦、商量好了吗？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？商量好了，留下那个姓朱的。二师兄，酒席美食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。你这个破钉耙只能种地种菜，竟敢跟我交手，你敢想的吗？你上来。